早上十一点的时候，报案说在罗东捐血车旁边有蛇出没。啊，在我们到的时候，那蛇正在觅食啊，它咬了一只大只的蟾蜍。然后我们靠近的时候，它蟾蜍丢了就要跑，然后我们马上把它抓住。抓住之后就在捕蛇洞里面就完成任务。